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， 耶， yeah， 很高兴呢参加这个尼库喵屋的 Sky Hell 天空之山一小时实况组末日生存的活动。那我们游戏开始之前呢，先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活动内容以及惩处。游戏规则如下：游戏为一个小时，请在游戏的画面上方放置计数器以示公平，不可使用加速道具，不可使用任何主动技能与被动技能，死亡等于重新开始，楼层数以最高楼层加最低楼层数除以2来计算，顾名思义，最低的楼层分数越高。如果从头没有死亡到时间到为止，那基本上你可以再减20层，代表说你的分数会更高。好，然后再来一个小时之后结算楼层为70以上的话呢，直接判定逃脱失败，这就是马上惩处。不小心使用加速道具直接加50楼，这个也不用讲了，如果你使用了基本上你再怎么挣扎还是逃脱失败。那惩处方面呢，当然是逃脱失败者跟探索较少楼层的人员呢，直接要在2016年10月31号当天释放一张 cosplay 的影片或照片，在社群平台或 YouTube 上，主题是被感染变成僵尸异形的实况组。所以说呢，男生组跟女生组会各取两名做惩处这个样子。那这次参加的人员有10位人员啊，那主办单位是主办人呢是尼库喵屋，那这个女生组的部分有4个人，米娜、尼库喵屋还有上雅还有菱形啊，那男生组的部分有6位，鱼跟黑羽 DA 黑熊仔还有我老头。那这个非常的刺激哦，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继续追踪下去哦，我们这个影片会同时发布哦。OK， 想必各位兄弟们也看完这个内容以及惩处，还有一些实况组们，总共6个男的4个女的吧。那这个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赶快开始这个游戏啊。那当然呢刚开始只能选普通啊，然后呢这些道具完全都不能使用，因为之前有稍微试玩过，所以拿到这些主动道具，主动跟被动。那我们规定是不能使用任何道具，也不能使用加速道具之类的啊，所以说呢我们都通不能使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剧情。短暂的旅行，为何不用这么特别的方式过几天呢 ？Sky Hell 啊，拿到 VIP， 哇 ，VIP 最高层楼最终待遇啊，那个高级贵宾待遇，直接上100层楼找死啊！哇，突然有人密我，抱歉，不要理他啊。但胜利马上就要胜利了，东方联盟感受绝望啊！好了，发射核子武器了，准备死了，准备往生了，去了去了。各位来宾，请不要离开您的房间啊 ！Colin 哦，感觉什么事哦？核爆了，好了，这感觉有点像《恶灵古堡6》，抱歉。哦，不是，我想影射是非常像。啊，西亚，全部都变丧尸了！我要从这100楼该死的鬼地方冲下去。啊，我有办法成功逃脱吗？看来是有点困难啊。我们再试试看好了。阿斯，我饿了，而且最后还是跑到外面去了，那简直是地狱。但我情愿被变种怪物杀死，也不愿意慢慢饿死。我还是抱着希望，我能离开这里。阿斯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了哈，生成的入宅中。那刚开始呢，也是一样啊，这个都会给你一些这个都不要紧，因为我已经玩过了，所以说呢，你只要看我有没有到最低层楼就对了啊。那我们时间计时是一个小时一开始。我们就赶快往下冲，冲到底就对了。越低层的人越容易不用 cos 这个鬼东西啊！我不想当僵尸，抱歉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倒数3、2、1，开始之后我们就开始玩这款游戏哦。3、2、1，开始 ，Go Go Go！ 一开始就先往下走，我们拿一下东西哦，有倒数计时，没有错哦。拿到了什么啊？这个我知道，拿到了棒棒，先拿棒棒装备一下啊。应该是第99层，东西该拿都拿。哦，拿到了鱼哦，食物给的不错，蛮丰盛的。
就是武器弱的点。前面几层应该都不会遇到敌人啦、啊。啊，这边没有，显然的是浪费了我的饥饿点数。啊，他这个每到下一层都会扣一个饥饿点数，每做一个动作都会有个饥饿点数，会扣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看我们可以到97。我马上遇到敌人，这必须打的，打头，哦、效果显著。哎，7.8效果选择，再来啊，15，再来，好，解决了，有没有东西？什么都没有，太小气了。哇，这边有一只，我不想打，没时间跟你们耗啊，我主要先破70层再说。哦，给这个超好的、欸、大补包哎、欸，5/50滴哎、欸，哇！也太好了吧！太澎湃哇！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在92天堂见面。哦，92楼有什么东西？算了，打一下好了。打死他，搞不好会掉很多东西啊！啊，反正我现在有一个补包，应该可以有时间跟他耗啊。应该是有时间跟他耗的、啊。有解决。有什么？给的东西真的很多。哇，拿到 VIP 密钥卡太好了，好多东西哦，好爽好爽，这是好的开始啊，这可以让我们撑久一点。好，我们又拿到了抗生素，抗生素后我们打那只，打一只像人形僵尸会给一个血清，好，我们就好了。好，那个血清呢，可以让我们做那个解毒剂啊，啊，这都是初级需要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有西瓜哎、欸，我靠。这边这次的食物真的还蛮多的，好爽好爽！啊，我们不多说，我们现在食物充足，我们尽可能往下冲就对了。我们先到下面再说嘛，对不对？不急不急不急，啊，这个把它修一修。啊，我们可以到多少？85，我们现在85层，我们先突破70层好不好？先突破70层啊，拜托啊！我们先不要去，我们先不要去别的地方逛，反正中间有敌人，我们就敲啊，敲死他。我们现在我们的食物跟补品全部充足，好不好？绝对够的。额外的回合，爽，解决了。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我们升级了，点一下准确度、灵敏跟速度好了，剩下点命中。哇，我们东西好多哦，根本不怕饿死啊。欸、你看这个就17，啊，再吃一下。我们先破70再说好了，这样子会不会很贱啊？反正规则也没有说。也没有说不能一直往下走嘛，那我们就往下走就好了，聪明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修好修好了，聪明点往下嘛。啊，来，单挑。虽然我现在武器还很弱啊，打死你，4.8，再一次，有了，解决了。好了，我们稍微左边看一下好了，拿点东西也好。不想听，时间紧迫，拿到了废铁，这里可以再往下吧。哦，76层，马上就有敌人出现了，血咒20滴。哎，不要咬死我啊，拜托！我靠，致命一击耶，你好意思啊？你好意思致命一击？哎，不行，2.5，这个有了，2.8，解决了。我觉得我先补一下血，好危险哦！这补30，先补个30好了。哇，这边还有个50的，超爽的。哦，我们现在这些合成都还没学到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到后面应该用不到吧？马上就可以学这样子，不是马上可以学啊，马上就可以过关了这样子。哦，我的天啊！哇，生肉飞来一块生肉，哇，送的呢。也太慷慨了吧！哇，直接丢块生肉给我，好感动哦。也修好了，我们再往下一层，这边就可以坐电梯再往下了。我先往这边走看看好了。我看有没有武器啊？我觉得武器有点弱。哎、欸，有了，1.2、1.5，还是这个比较强哎、欸，这个好烂哦。哇，GG了。好了，先坐电梯啊！我们赶快突破70层，这才是重点。Yeah， 73啊！一来就要先敲他8滴，7.3，赢了啊！运气特好，我靠，大补哎、欸，一次补30 ，Oh my god， 太爽了吧！
啊，看一下食物有没有需要做什么，有西瓜配水果，我们没有多余的水果没办法做，这个可以保持度，保持度这么多。哦，拿到了一把密钥匙，砖块，我们可不可以做新武器啊？还蛮想做的啊。我觉得先把武器做出来哦，感觉比较好。你看我们武器可以做这个，像是这种拖把，需要木剑，拖把攻击就高一点了。哦，我看一下啊，拖把、木剑，我们的木剑能做吗？好像没有这个东西。木剑要怎么取得？这边也没有解。算了，不管了。先喝一瓶水，我们再继续往下走。先过70，我们时间很充裕。我就这个人，这个人很难搞，这个人不好打。砍15，额外回合，插死你！去死啊！而且他会逃跑哦。欸，居然不逃跑欸，让你死！欸，没打到 ！Oh my god！ 死吧 ，yes。好了，我又升级了，点一下命中，剩下点这两个好了。好，我们这样子配应该比较好一点。然后呢，刚刚被敲了好几下，我们吃一下这个50的补血剂。然后呢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洋葱，没关系，我们还不是很饿，又往下走，又遇到一只了，后面会不会越来越难打啊？打爆你！欸，一直15欸，不要啦，我命中还是不够高，我都挑那种打痛的打，你知道吗？95，先伤你再说。9.5，直接秒杀，爽。这里什么也没有，我们开始稍微探索一下。又是鱼，我靠，这个补包也真的太多了，感觉我一直赚到欸。哦，我们突破70了，太好了。把这修一修，修好，哦，修好它了。居然是你，我不要跟你打，太危险了。我靠，大只佬啊！欸，大只佬，别这样，大只佬，我们补一下好了。我看要不要省啊？先不要省好了。没有零用钱，完了，我们看到都是大只佬。算了，给你打一下好了，等一下来不及一下补包。哦，跑掉了，好吧，就是录音带，别吵，我都没有。啊，我们要吃这个啊，死了，死定了，68层，完了，这血友是死地欸，欸，他自杀欸，欸，还好他自杀欸，补一下，我以为我要死了，好恐怖哦。哇，这些补的好少哦！完了，这些食物什么都不能做，各种水果。啊，中毒了，中毒了！我们可以做解毒剂啊，来，解毒一下，68层。欸，我们拿的武器还是很弱啊。好，不打。来，赶快往下。67层，我觉得67层没办法改，又是你，又是你这家伙。欸，我的武器太烂了啦，我需要好一点的武器啊。完了，攻击好高，跑屁啊！算了，还是拿东西好了。咖啡，吃咖啡，吃咖啡。哦，又有水，新的武器。哇，必须要升级，灵巧6，速度9。DEX， 我 DEX 已经够了，我们速度不够，差2点。这个等级要够高才可以装啊，装的伤害会比较高啊。不过不是现在啊，看一下，减，什么都没有 ，OK。喝点水，又是你，敲了你再说。啊，算了，感觉很美和，每次就这样子打，打到后面就跑掉。哦，没事没事，64层了，
想都没有想过我可以六十四层欸。我靠，我进度也太快了吧！不打，遇到这都不打。我看一下我们能做什么。我们现在时间还蛮充裕的啊。武器方面的话，绷带跟刀片，我们可以装绷带吗？绷带没有，胶水没有。OK， 我们这个也都不能做。好，然后武器还是这个鸟样子。我们武器可以做这个欸，4到 6， 这多少？这多少？2到 3， 我们回去 VIP 4好了。好，我们去做这个武器，把拖把做出来好了。啊，最起码攻击高一点嘛，不然怎么办？而且我们还没升级，我们等一下，这1到 8， 装这个。等一下我们等级高，我们就把这点一点装备这个吧。这叫员工，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。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哭哭哦。啊，好了，继续往下。61层，左边。跳一跳。56楼。56楼啥鬼啊？56楼有点远欸。嗨，这是什么？饥饿加食，爽，直接先吃了啦，不要管那么多啦。来修一修，修一修，修好了瞬间有东西就拿。拿到什么化学药剂？试一下，完了，我们快饿死了。总有一天我会饿死在这里。60层欸，哇，60层。好，又有这个干嘛？哇，居然换这个，换这个加生命值的，不是很好吧？酒精可以加饥饿值加10。好，我们又拿到木板了，板板啊，这个板板看可以干嘛？我们看到时候要不要工作台升级？可是需要钉子，钉子需要什么材料？哎，我们可以学的，我们等一下下一层，到了下一层我们再那个好了。对，58层，然后呢，先吃一下这个。往这里走，看我东西拿。拖爪，速度要10才可以那个。完了，我都不能用，完全不行。OK， 哪有人这样先敲的？喂，哪有人这样先打的？太过分了吧！要修哦。来，我们先做这个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工作台等级先提升，还是减少睡眠？厨房等级，我们把工作台升到等级2好了。我们武器可以更多样啊，感觉好像也不能用啊，呀，超难过的，通通不能做。GG， 我们有砖头又能干嘛？完全不能做事任何事情啊。好了，哭哭哦，完了，我们要饿死了。不过我们到58层算厉害了哦，对不对？哇，就是你，放手一搏，哎，那我不能死，还要自杀了，拿到什么？哇，宠物食品欸，吃宠物食品欸，哇，超猛的，大补大补，他不是说56层有什么东西吗？我看一下，打到一个铁块，56层能有什么东西啊？好，他做56层嘛，一瓶水。我中毒了，为什么？你迟到了49层，哇嘞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中毒了？为何？刚不是好好的，为什么中毒了？宠物食品会让人中毒这样子吗？然后这个又不能用，我又还没升级。哦，新武器。I can't help seeing the faces. 好，闭嘴。1.8，1.8，1.8，感觉菜刀比较强欸，6至8。哦，这个菜刀比较强。然后拖把放这里。啊，我们拿菜刀，感觉攻击比较高。知道中毒多久啊？51层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刚刚那张纸条写什么？那个手机是写说他到了哪里，然后他该说几层，管他的，不管了。想干什么东西？我才不想跟你敲嘞，又要修了，完了，命在旦夕了。
要吃什么？什么都吃不到啊！我靠，又是个大补，又是个大补！哎、欸，我到底要扣血扣到哪时候啊？你是谁啊？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！啊，不知道怎么打，先打这个啊，没中，没中，完全逃不了啊！不要，不要！哎、欸，你洗好后，我不会在四九层就挂了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、欸，哪有人这样多打两下的啦？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，我死在四九层。啊！不要！啊啊啊！致命一击！我有一些绷带。死了！哇！